后面两轮呢，是分开的。那差别的原因是在哪里？是在它的回转半径。四轮 3.4 的回转半径可以更小，可以更小。所以如果你们把四轮 3.4 跟四轮 4.4 的混在一起，就操作方法混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当你一再的依赖把它转到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它会跟你所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样可以吗？好 ，OK， 好，那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形式的问题，没有哈。好，再来呢，我跟大家介绍它的各个的那个功能部分哈。我们从上去开始哈，上去之后呢，这个是坐垫哈，这个是坐垫，哦，那这个是气压式避震哦，这个有这气压这么爽，哎，这个才这个哈。 这张椅子可以买一台摩托车所以各位要小心这张椅子那它有那个称重的那个感应，称重的感应钮，知不知道？它有称重的感应钮，它也是一个安全开关。然后另外呢，它的什么椅垫它是可以背部它是可以做调整的，所以这张椅子很贵，好不好？再来走过来这边呢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安全开关所谓的安全开关，那这个跟我们里面所介绍的不一样，里面的是机械式，那这个是什么电子式的？也就是说，你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它是电子式的切断，然后你要复归的时候就按照它的什么？对，转的按钮。好，以前把这个里面松脱了转的按钮把它解除就可以了。那这个呢是。 附加的扩充的那个按键那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后灯的所以这个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不使用那再过来呢这个拉杆呢这个控制杆呢有没有看到上面的符号？所以它应该是上下那这个呢倾斜的那这个呢？